今日1月15号，香港奇缘教室每日策略的题目是潮小野大，三足而行，稳定之兆。台湾大选结束，胜方只有 40.1%， 男有 33.5%， 白有 26.5%， 这是个不错的比例。潮小野大，三足而行，稳定之兆。估计内地反而不会太强烈，周五的美股略有回吐的情况下， ADR 只是礼貌地微跌一点，这种市况是否可以不必太紧张，港股可以稳中有进。周六策略堂结束，现场互动效果好，操作期权就要讲策略，讲技巧。动态堂有不少个案非常值得大家参考，建议对期权有兴趣的朋友参与 e-learning， 教室会尽快推出。